六甲法典和马六甲还什么？哦，马六甲还是法典。应该是马六甲还是法典。哎，不对不对，马六甲还是法典。救命啊！不要再法典啦！阿弟，我不行了，这个汤圆太难了。让我看看。哦，马六甲王朝的历法，简单，走吧。去哪里？要拿 A 就跟上来吧。A， 啊，阿弟，等等我呀！哎，阿妈，小汤怎么烂卡？什么情况？阿妈，哪里是你？乔丹，不要再玩了，快说，肯定是 score A。阿妈，敢不敢给下罚？哎呦呦！1467年发现的，一是
懒觉常入马六甲有三个主要原因：第一，穆斯林商人；第二，穆斯林学者；第三，苏丹。阿拉伯和印度穆斯林商人通过传教活动来传播伊斯兰，其中有些商人和马六甲人民结婚，并把伊斯兰传给当地人。根据《巴塞列王传》的记载，有一位来自麦加的学者叫谢赫阿都阿兹，在马六甲传播伊斯兰教。他让门拉克亲王大臣的拉亚改信伊斯兰。苏丹梅格伊斯根的下去巴塞都时候就信奉伊斯兰教啦。一度啊，苏莫拉亚也追随苏丹信奉伊斯兰。伊斯兰行政法，十五世纪伊斯兰教在各州行政，妈妈应该不让人能不定。当时在巴汉有一个法典，恒生法典，在贝亚也有一个法典，霹雳九十九法典。葡萄牙与荷兰殖民时代，人民可以自由放落伊斯兰法。巴比在英殖民时代，伊斯兰法受到限制，只限于家庭、遗产和天课而已。日据时期，日本成立伊斯兰理事会，专门负责伊斯兰家庭法。像马来西亚的联邦宗教是什么？爱德伊斯兰。啊，不可以选择其他的吗？不能，马拉布伊斯兰是官方的阿甘玛，但人民可以自由信奉其他的宗教。比甲尼尔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人呢？True.